Mami, ¿estás de pie?要一边一边走一边看嘛、啊。不是，我要给他包住那个。我不要。你先走。不是。那个汤会，因为来，他这个要他如果没出门，他也来到，就是。不是，因为你穿黑色的，啊，二龙黑色的，黑色的衣服它就比较容易那个隐形色啊。
出来了。
在有是吧？还是放在里面的。啊，是真正的神社，放在一个比较好一下，然后有。高中看花莲的有，我去养。楼上拍一下。我到那边找导览，因为导览会把浓缩这一块的东西用它简介补半天，它还有重点。重点是你是。好。来，有要听导览的，我们就要走了哈，我们得马上出发。好。OK 吗？没关系，你们要听阿飞一起讲走就可以。哎，没有那个，好，我们从下面，从最下面，这样就是沿着顺序过来。你要听的谁指都可以加入哦，好、哦。因为我每到一个地方，就像过去陶博馆啊，哪里啊？介绍一下哈、哦，这里好，花莲县中的是，在日本时代1938年的时候，这里花莲神社盖好，然后这个地方叫桃神社，四个字而已啊、哦，平平的四个字，每个地方一定有它的名字嘛，叫桃园神社。好，然后呢，就后面。它是雕刻什么？雕刻昭和13年6月4日。你现在看的不是里面是什么？已经又被抹掉，有没有看到凹进去？凹进去，对不对？凹进去，哎，凹进去了。好，然后呢？所以这边为什么凹进去呢？因为。到35年的时候，这边改成6月17号改成新竹县中坜市。那时候你们住桃园吗？你们从哪边来？台南。那时候这里是属于新竹县，刚关渡的时候。